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4米吧。 你们要干嘛呀？硬往上冲啊！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我走了啊。 没事，我走到上路。 不行了，走了，这波打不了了，赶紧跑。但我们也不能说回家啥也不出，所以我们呢，先在这站一会儿啊，别着急。 先回家出个皮孩，穿这个小兵，先插个眼儿去。 回家没有意义啊，这波不回了，在这等一会儿，三分钟全一级，一直打呀，他们，我都没看，我一直跟人在这对线呢，还，好意呀。 换了，哎，这波我跑一下好了，其实他打不死我的。哎，不对，这玩意儿攻击距离有点远呢。这波我们不亏，别吃我线啊，给我卡住。 明白了，放心吧，死不了。
去趟中路啊！这蜘蛛肯定没有 E，赶紧往中路走一波，看能不能把它踢死。傻逼了，这波操作有毛病。这波操作毛病很大呀。下回饮马想踢人，先摁波浪剑啊，不能这么踢，这么踢很容易点着小兵。这没办法，这属于正常的失误，人类正常的失误。我跑还不行吗？嗯，我跑还不行吗？他这个英雄只能耗血，你知道吧？像他打这种人马这种英雄，他就只能耗。他必须得能忍得住，这个英雄忍耐到什么时候能行呢？忍耐到三件套的时候，那他就可以跟我正面打了。现在他还是个弟弟。他只能跟我耗血，他就跟我就打不了。除非我这上头越塔，要不然他根本就杀不了我。只能跑，看到没？蜘蛛可能在。把兵线推过去，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你把永恩杀了呀，这他都能看见啊。哎，这个位置的眼儿居然能看到这个地方的视野吗？啊，不是，他视野有点多。
他两个针眼儿，他中路。中路左到河道有个瞅那个有个眼儿，然后他这个地方草丛里又有一个眼儿，两个针眼儿。这塔皮不吃了，一会儿下波再吃，下波把他杀了。你还不放峡谷啊？这卡密友吃我好几层塔皮。有点难杀，不好杀。大招换大招吧。打个河蟹。河蟹被打了，我们再推啊，他这波应该要回家了，应该能吃他一层左右。三下了，三下的挺快呀。走了，不能打了。这死哥确实挺逗的哈，一开始在中路他不放，哎，然后呢这下路他开始放峡谷先锋了。他有闪现不放大，起飞降落，你俩吧，要么死哥放大，要么兰博放大，你俩谁最起码再放一个，是不是？一个人也不放。
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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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。赶紧回家，这波，这波赶紧回家啊！这十二杠九也就三个人头，这老头什么翔呢？几个人？哎，这兰博。又开始卖装备。头痛啊，真头痛。一共打了能有18分钟，15-11就卖装备，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啥。担待吧，中路打团这波。哦，这 ADC。杀了，这 ADC 有个秒表，好烦啊，他们一直打字儿，好讨厌啊，真有点烦。
不玩就滚，对不对？你爱玩不玩呗，真的是烦。两个菜鸡仔这碰一块儿了呗，就是。